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歡迎你哋嚟臨香港浸會大學。今日係2013年度公民杯大專辯論賽，辯題係香港應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嶺南大學市場學及國際商貿學系高級授課導師梁禮昌博士。 香港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一级专任导师黄伟雄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学系副教授黄建辉先生。好多谢三位评判喺百忙之中陪同出席，并担任是次比赛嘅评判。接着为大家介绍今日嘅辩论员，正方为香港中文大学。 主辩黄宝莹同学，一副郑子欣同学，二副纪静文同学，接辩周晓彤同学，反方香港城市大学主辩梁善如同学。 一副郑文昌同学，二副冯晴天同学，接辩刘建新同学。接着会宣读赛规。比赛进行时，严禁台上辩论员与台下队员以文字、图片或语言进行任何形式嘅沟通，违者可以被取消参赛资格。一切发言。 均以粤语进行，为人名及书名可以使用外语。如比赛双方或者评判提出认为台上辩员使用外语，主席需要询问评判问题是否违规。若多数评判认为违规，三位评判各自决定扣最少1分，最多5分。任何台上或者台下发言不得作人身攻击或者诽谤。各辩论员发言时间完结前1分钟，计时完将命中1次。 已至发言时间即将结束，在法定时间终止前，计时员会连续按钟量下。示意辩论员需尽快总结其演辞。在法定时间终止时15秒过后，计时员会连续按钟数下。而该名辩论员将会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15秒过后，每过时5秒，即第16秒开始，将在每位评判给予该队员之总分扣除5分。 如此类推，不足5秒者亦当5秒论。各辩论员须于计时员鸣钟后才可开始发言。请问双方对赛规有冇疑问？如果冇嘅话，而家系试麦嘅环节。试麦嘅先后将按照出场次序，首先有请正方主辩黄宝莹同学。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多謝三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擔任今日比賽嘅評判。其次要多謝賽會同埋香港浸會大學提供今日嘅場地俾我哋雙方作賽。最後咧要多謝香港城市大學，咁相信佢哋喺過去嘅5日同我方一樣都好努力咁樣準備今次嘅辯題。 咁誒唔知道大家呢兩日有冇睇到梁振英一個訪問，用英文做喎。咁咧咁聽完佢嘅答案之後咧，咁我就有少少嘅反思啦。咁希望今日我哋雙方辯員講嘢咧就可以言之有物。咁然之後大家聽完唔會覺得係我哋講完好似冇講咁，相反係會覺得獲益良多。多謝各位。
接著有請反方主辯梁善如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我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辩论队，多谢三位评判抽空出席今日的比赛并担任评分的工作，亦都要多谢中大的同学为我们提供一个咁舒适的场地，俾我们今日可以在这里比赛，亦要多谢中大的同学来到这里同我们切磋辩技。咁喺呢一度咧，我好想多谢我的一班队员，佢哋咧就好似我的屋企人咁，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对我照顾有加，就好似今日咁啦。咁我就好忙碌咧，咁就同我三位嘅队员喺度讨论今日嘅辩题。咁就有台下嘅队员，咁咧就买咗饭翻嚟食啦。咁但系佢就见到我，咦？佢话喂，主编，点解你仲未食饭嘅？咁佢明明都谂住开始食饭啦，但系见到我未买饭食咧，又即刻出翻去帮我买饭。咁喺呢度好想特别感谢呢一个队员。咁我相信咧，喺過去五日，雙方嘅隊員都好努力咁準備今日嘅辯題喺呢度，希望今日可以上演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各位。接著有請正方一副鄭子欣同學。有方的主辯咧都話喺辯論隊裏邊有啲好好嘅隊員咧會好珍惜呢一份嘅友誼，咁我方都係嘅。好似咧今日咧一大朝早咧嚟到浸大呢度開準備比賽啦，其實到而家咧我哋成隊咁多位台上台下咧都未食飯，咁就咧等住一陣間咧過咗呢場比賽之後咧就一齊去慶功啊，再慶祝，然後再食飯咁樣啦。咁咧其實咧喺過去呢一年咧加入大專辯論隊咧，令我對以辯護有呢四個字咧有更加深嘅認識嘅。點解咧？因為喺我第一日入隊嘅時候咧，我隊長就同我講，佢就話：你記得咧，我中四嘅，即係我自己中四嘅時候咧有一場辯論比賽。咁當時咧，我又坐喺正方一副呢個位置。咁原來我今年嘅隊長咧就係坐喺反方結辯呢一個位置喎。咁當時咧，咁當然係估唔到自己會入大專辯論隊，仲要係有方嘅同學變咗做自己嘅隊長啦。咁睇翻今日呢場比賽，咁雖然咧有方嘅結辯咧，應該第時就冇乜機會就做到個隊長啦。不過咧，以辯會有呢一個嘅精神咧，今日都會秉持住嘅。希望今日呢一場比賽咧，大家都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多謝各位。接著有請反方一副鄭文昌同學。是咪？係，在各位打好啦。咁咧，我哋城大咧中辯隊咧，每次比賽之前咧都強調一定要食咗嘢先，因為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我哋一定要食足曬咧，咁就打得出精彩對面嘅比賽。咁當然啦，我哋其實咧大家都好大胃口嘅，所以打完比賽之後咧，絕對亦都有咁嘅，即係擺得落咧慶功嗰一餐。咁誒，剛才有方同學咧講過我哋即係我方嘅結辯咧，即係冇可能。即係將來成為有方嘅隊長咧，咁本身咧佢喺我哋隊本嚟咧係上一屆嘅隊長嚟，咁啊睇一睇咧，我哋講起隊長喺台上邊咧都有三位嘅隊長，計埋小弟咧係即將喺七月上任咧都會係成為城大隊長嘅，咁啊即係非常之人才仔仔，咁啊但係諗起一個即係有一個新嘅比賽出咗嚟啦，公民杯咧一個大型嘅而且較新嘅比賽，咁啊係有矛盾嘅，因為咧有比賽打，作為辯論員梗係開心啦，咁但係作為隊長你要搞多好多賽務嘅工作，諗起都有啲頭暈，咁但係不論如何啦，嗰啲將來嘅事將來先諗，但係依家呢一刻打好呢場比賽，多謝各位。有請正方二副紀正文同學。各位大家好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新聞？上個禮拜台灣發生大地震咧，
咁嗰時候咧，我就正值喺台灣最地震最厲害嘅山區，咁嗰下突然之間就感受到地震嘅威力，亦都知道咧，係喺離開咗屋企人咧，去一個唔識嘅地方咧，係幾咁伸手無助，好想翻香港。咁兜兜轉轉咧，終於翻到嚟香港，亦都好開心咧，可以企喺度同大家咧打場辯論比賽。咁我相信咧，真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今日一定可以上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有請反方義父馮晴天同學。試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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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咁頭先咧，即係好開心，亦都好幸運咧，今日有方同學又坐喺度同我哋一齊打比賽啦。咁咧，我覺得咧有一樣嘢係好好嘅，即係台灣會有地震啦，但係咧喺香港咧，我哋好少咧話會有好大嘅天然災害，所以咧大家今日都喺度好安全。不過咧，唔知道大家發唔發覺咧，即係如果你睇得多辯論比賽嘅話咧，大家通常咧會喺試麥環節咧會講好多自己平日嘅習慣。咁但係咧，我嘅發現咧就係大家會講啲咩咧？就係咧頭先有方同學講啦，唔食嘢啦，大家咧準備得好辛苦，然之後一齊病曬啦，把聲沙曬咁上嚟，然之後講啦。咁咧呢啲係常見嘅試麥環節咧都會見到啊，即係點解會咁唔健康嘅咧？其實咧我本身咧打比賽咧可能咧都會有呢啲嘅問題啊，但係咧近日我方嘅結辯咧。佢咧本身就你睇佢都幾大隻啦，係咪？即係都成日做健身咁啦。佢咧就發起咗一個活動，係咧就叫大家咧一齊咧去做運動。咁結果咧喺呢兩個星期入邊咧，真係差唔多每日咧唔係游水啦，就去做 gym 啦，唔係做 gym 啦，又去踩單車啦，唔係踩單車啦，就係踢羽毛球。咁咧而家只腳咧都真係仲震緊啦，腳軟軟咁樣。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做完呢一輪運動之後咧，今日講嘅都精神咗。咁咧。我希望咧以後嘅辯論活動咧唔會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大家咧都係讀死書啊，戴曬眼鏡，然之後咧個個出嚟話自己病咁啦。我希望咧之後呢個嘅健康嘅辯論嘅風氣咧，可以一路咧每一隊嘅辯論隊咧都流傳落去嘅。多謝各位。按照發言次序，而家先請反方結辯劉彥新同學。是咪？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咁誠如咧有方同學嘅一副所講，友誼第一，以辯會友。咁呢句嘅説話咧，都好深刻咁體驗到啦。因為咧喺城大中辯入邊咧，識到一班好親密嘅戰友、好朋友。咁咧話説咧，我哋義父都講咗啦，我哋會經常去健身啦、游水啦咁等等。咁我自己咧對健身咧都有一定嘅研究，都有一定嘅。經驗歷練等等，但係咧到游水咧，咁就真係考起我啦。我自己咧就唔識游水，完全唔識游水，甚至可以講咧係怕水嘅。咁咧，但係大家約到一齊游水嘅時候，唯有頂硬上啦，學下挑戰自己啦。咁咧都好多謝咧幾位隊友啦，親密嘅戰友咧都唔嫌我悟性差，都肯去城大嘅游泳池度啦，親身指導我。咁咧希望咧嚟緊來年。我哋相約來年嘅端午節，可以等我學識游水之後，一齊游個龍舟水。多謝各位。有請正方結辯周曉彤同學。是咪？在座大家好。每次站在辯論台上咧，總有很多人需要多謝，而今次特別想多謝嘅係我一班隊友同埋老鬼，係因為有好多謝一班隊友俾咗我機會，我去做一啲新嘅嘗試，去突破自己既有嘅框框。好多謝你哋信任我可以做得到，同埋特別好多謝一班老鬼，因為喺我決定要做新嘗試嘅時候，喺我最冇頭水，喺我最唔喺我不知所措嘅時候，佢哋俾咗好多指引同埋分享咗好多經驗俾我聽。我不是一個很有天分的辯論員，但是很多謝很感恩身邊一路有你們的支持，有你們的鼓勵和教導。今天呢餐慶功飯呢，無論贏還是輸我們都會吃的，因為勝故欣然敗亦無悔，我們已經準備得最好，我們會盡力而為。多謝各位。比賽正式開始，有請正方主辯黃寶瑩同學，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在1960年代香港頻頻旱災，一年多次實施制水。為了增加供水，港府在1965年向廣東省購入東江水，但其後因文革，中港關係轉趨緊張，導致東江供水出現危機。港府於是在1975年興建樂安排海水化淡廠，自行提供食水。但由於技術未成熟，蒸餾法成本過高，加上中港關係轉趨回穩。化淡廠在7年後就停運及被拆卸，本港的食水供應就更加依賴東江。根據水務署的數據，每年香港的食水需求量約是8.9億立方米，80%來自東江，20%來自雨水。然而兩個水源存在以下的潛在危機：第一，東江沿岸的地區對食水需求上升，東江取水上限是107億立方米，但在2010年，深圳、惠州和香港等地的取水量已經高達102億立方米。到2030年，香港人口增長，食水需求將激增至13億立方米。加上東江沿岸地區經濟急速發展，東江在未來將會面對更大的供水壓力。第二，降雨量下跌。受氣候變化影響，天文台2008年的研究報告推算，本港在21世紀將出現4次嚴重旱災，年度降雨量跌至正常水平的不足60%，屆時淡水供應將大幅減少。第三，東江供水協議風險。協議每3年更新一次，粵港會重新商討內容，供水量和價格都會受到政治影響，存在不穩定性。要知道食水短缺禍及民生，打擊經濟，整個社會都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面對各樣危機，水務署都居安思危，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作為開闢水源的第一步。而今天衡量辯題，就要審視海水化淡能不能夠分散供水風險，提供穩定水源。早在2003年，港府已經就逆滲透法進行研究，用高壓將海水擠壓，透過滲透薄膜過濾雜質。其實新技術在全球已經發展成熟，沙地阿拉伯、澳洲、新加坡等地都是運用海水化淡製水，而港府都在2005、2006年分別在屯門和鴨脷洲建造海水化淡試驗廠，結果證明這個技術在香港的不同海域都相當可行，成本和耗電量亦較舊的蒸餾法為低。今年的預算案更加在將軍澳預留了10公頃的土地建廠，現正進行勘探計劃，下年諮詢化淡廠在2020年投入服務，提供5至9千萬立方米的水量，為我們帶來以下兩大利處。第一，分散供水風險。化淡廠每日可以提供本港5%至10%的用水量，成為第三個食水來源，分散供水風險。香港在60、70年代就曾經因為水源單單限制於東江和雨水，而經歷食水短缺的難關。重新興建化淡廠之後，一旦兩個水源出現短缺或者污染，海水化淡廠都能夠為我們提供基本的食水保障，維持緊急服務。第二，開拓穩定水源。現時香港的食水供應完全依賴淡水，但淡水只是佔全球水資源的1%，加上受降雨量影響，供應量波幅極大。相反，海洋就能夠提供幾乎取之不竭的水資源，而香港作為沿海城市，海水就絕對具供水潛力。加上海水在極端氣候下依然有穩定的供應，台灣國政基金會研究員李志倫指，海水化淡的供水穩定能夠可持續發展。水務署署長馬利德都表示，如果有需要會再覓選址興建更加多的化淡廠，以提升香港的供水穩定性。最後想問友方同學，如果不興建海水化淡廠，又如何可以分散供水風險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有請反方主辯梁善如同學，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回應翻友方同學4分鐘嘅演辭。友方同學就講到香港水資源有危機，水源唔穩定，將來可能會唔夠水用噶。但係諷刺嘅係，喺1998年去到2003年期間，我哋就白白將30億港元嘅食水排出大海。而
近30年，社會多數係討論香港人浪費食水，而絕少擔心唔夠水用。嗱，睇翻今日辯題，興建海水化淡廠與否，我哋係要睇下香港嘅水資源足唔足夠，而去決定有冇需要重新興建。我方理解嘅情況就同右方同學所講嘅似乎有所出入。全中國有80%嘅水資源集中喺華南地區，而珠江係全國第二大水流量嘅河流。東江作為其中一條支流，負責供應珠三角地區所需要嘅食水。而根據東江水供港協議，廣東每年就會供應8至11億嘅食水俾香港。加上本港嘅水塘總共有5.86億立方米嘅儲水量，香港嘅食水最高供應量可以達到17億立方米。根據發展局估算，人口去到2020年會增長10%，但係以而家嘅人均用水量去推算，到時嘅用水量最多都只係9.9億立方米。香港要應付呢個需求，實在綽綽有餘。明顯，香港嘅儲水量已經十分足夠。如果今日右方同學仲係認為需要額外保障，我方並唔反對，但右方同學必須要提出充分嘅理據，去證明重新興建化淡廠係最有效益，而且係唯一嘅方法。其實單單因為水管滲漏，我哋每年就損失咗8500萬立方米嘅食水。修補水管已經係其中一個增加水資源直接嘅方法。另外，我哋都可以將黃泥涌嘅水上活動中心轉翻做水塘，即時增加儲水量。以上呢啲方法唔係比重建化淡廠更加有效直接咩？我方今日認為要重建化淡廠係費時失事，並會帶嚟以下兩大問題。第一，食水成本上升，唔符合經濟效益。將40億化淡廠嘅建造費攤分20年去計，水務署就預期海水化淡嘅食水成本每平方米就要12元。當中興建水管同化淡廠與營運同維修嘅成本就各佔成本嘅40%，而其餘嘅20%就係食水運輸嘅費用。即使未計將軍澳10公頃土地嘅價值，呢12元嘅價錢就已經比購買東江水每立方米8元高出50%。另外，每年嘅化淡廠嘅年產量都只係佔總食水需求嘅5%，經濟效益明顯不足。第二，海水化淡排出廢水，影響海洋生態。在沒有迫切性的情況之下興建化淡廠，環保問題只會加劇。根據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出，海水化淡的過程會排出等於海水含鹽量2倍的廢水，而這些廢水會嚴重破壞海洋生物的棲息環境，亦都會影響它們呼吸和排廢的能力。國際組織水重用協會都指出，海水化淡由於要用高壓，將會耗用大量能源，亦都會帶來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由此可見，海水化淡既浪費能源，亦都會破壞海洋生態。綜合以上兩點，在有充足水資源的情況之下，我們強行興建化淡廠，不單止會耗費能源，更加要犧牲海洋生態，實屬不智。因此，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有請正方一副鄭子欣同學，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評判主席在座各位，聽完有方4分鐘的發言，不難發現今天他們否定辯題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們辯方的判斷錯誤。他們以為現時食水足夠，將來都一樣會足夠，但有方同學這麼短視的情況下，他們見不見到將來食水的風險呢？正如我方主見所說，東江水因為氣候的變化和沿岸城市的發展，是面對一個沉重的供求壓力。就在2011年東江考察報告所致，東江因為干旱而近10年的水資源總量就比上年平均少了100億立方米。再者，在沿岸的地區，好像惠州等等，他們用
水已經不斷咁上升，單係2020年惠州已經要用多5億立方米嘅水，深圳河源等地每年嘅食水需求量都高過5%嘅增長。喺咁嘅情況底下，綠色力量總幹事文志森就指，雖然香港同內地簽訂咗購買東江水嘅協議，但係天氣劇變，香港同埋華南地區嘅降雨量不足，東江水係無法供港。有方同學見唔見到呢個供求嘅壓力？有方同學有冇從我哋詳細咁樣去衡量過咧？嗱，再者一啲偶發性人為或者自然嘅災害，好似係地震咁樣啦。1979年起，廣東河源一共就發生咗12次嘅地震，或者會破壞東江嘅儲水庫。人為方面，東江長年都係面對污染嘅問題，喺設置咗密封管道之後，都發現重金屬同埋有機污染物含量超標。嗱，喺質同埋量上面，香港嘅食水供應都面對住風險嘅時候，有方同學係咪一個反建議都唔做，要出現問題嘅時候先至嚟到去補救咧？嗱，食水對人同埋整個城市都係非常之重要，缺水係影響緊各行各業、民生同埋公共衞生。今日我方倡議用海水飯盒廠，就正正係因為發現佢比淡水嘅資源係更加穩定。正如水務署總工程師麥成章所指，東江水同埋本地集水都受到乾旱嘅問題影響，但係海水化淡廠就不受影響，而且海水量多，非常穩定。今日有方同學提倡用呢一個水改建呢個水上活動中心變成集水庫，但係所用嘅都係淡水資源，都係會受到乾旱影響嘅時候，這個咁嘅反建又如何同我哋分散風險咧？嗱，最後啦，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比較成本，話8蚊嘅東江水比12蚊嘅海水化淡更平，可以見到今日有方同學完全唔明白東江水嘅風險何在，仲將香港嘅需求完全壓住曬喺呢一個嘅東江水上面。今日有方同學係咪真係同我哋認真審視緊條辯題，分散緊香港嘅食水風險咧？嗱，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啦，香港面對緊只係單靠淡水嘅呢個食水資源，面對咁大嘅風險嘅時候，有方同學有咩答反建議係可以分散到呢個風險咧？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2分4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有請反方一副鄭文昌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係計時示意。試麥，試麥。主席、評判、座各位，今日方同學用到60年代香港嘅情況咧，供水好唔穩定嚟做一個引入咧，講到香港其實個水源係好危險嘅。咁但係自從有兩大個水塘落成之後其實本身香港自己都基本上喺當時可以自給自足到雨水，唔係由一開始就完全依賴曬東江水嘅。咁但係到後期人口增長之後咁我哋東江水依賴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多。咁但係你必須要知道，本身香港係有水塘儲水呢一樣嘢，不能夠忽視。咁有方台就講到將來我哋而家咁依賴東江水，咁將來會唔會好唔穩定啊？即係天氣異常變化，咁就問題就係到底個天氣嘅異常變化會有幾咁異常啦？我哋而家計緊條數，話俾你聽，供港協議到2030年，廣東省都仍然會同我哋供水每年有11億立方米，咁加埋本身我哋嘅儲備總共香港每年最高供水量可以有17億立方米，咁我當你打個8折咧，都仲有14億水可以用喎。咁到底你嗰個嘅天氣嘅異常嘅程度去到邊度先？若果其實喺嗰個彈性我哋可以接受範圍底下，咁又有乜嘢需要去另外起揾一啲更加其他嘅水源咧？咁其實講到去2020年，我哋所用到嘅水都只不過係9.9立方米嘅時候，絕對係有能力去應付。有方台話好唔穩定㗎，我哋17億水全部都係靠曬我哋淡水嘅資源，好唔穩定。咁所以你嘅方法係咩咧？我哋加多0.5億啦，加多0.5億咧，成個17.5億就好穩定㗎啦。咁到底呢條數如何計得咁精準？一旦多0.5億，就成個17.5億就好穩定啦。若果你要係0.5億水多出嚟，就自然就好穩定嘅時候，咁我方咪就話俾你聽，其實你只要補翻地下嘅水管，已經即時多多8500萬嘅立方米嘅水出嚟嘅時候，總共可以提供到咁多嘅水嘅時候，有方同學係咪仲唔夠穩定咧？咁有方同學當然就會出嚟繼續講啦，都係唔穩定。總之永遠多0.5咧就最穩定啦。咁到底呢條數如何計出嚟咧？實在係唔明白嘅。咁有方同學咧之後咧就講落就話：，咁全球淡水資源可能好危險啊！咁嗰啲點樣做咁？咁當然啦，嗰個係一個科研嘅層面嘅睇法嚟喎。呢個世界好多地方都未有淡海水化淡廠，咁難道所有呢個國家就已經坐以待斃，面臨等待世界末日一刻嘅嚟臨咩？
咁、那個問題就係我哋依家仍然見到有水資源嘅時候，我唔明白有方台講到嗰個水源咁唔穩定，到底係唔係一個事實？咁到最終，我哋講緊要去開發啲新嘅水源，呢、這個係唔係一個城市分工問題呢？若果你香港今日我哋要做嘅金融中心嘅時候，嗰啲面對一個世界末日咁龐大資源分配嘅問題，係咪應該留翻俾中央去諗呢？最後咧，有方台完全忽視咗，面對本身香港咧有好多嘅水資源充足嘅情況下，強行興建呢個海水化廠有兩大問題咧，佢係唔否認嘅。最重要成本高，不過佢覺得成本高唔緊要啦，東江水唔穩定嘛。第二個佢唔冇否認嘅環保問題，對於海洋生態破壞，有方台其實完全冇回應過。咁有方台你諗清楚啦，我哋見到到2030年都未有需要嘅時候，係咪真係需要付出呢個代價呢？多謝各位。反方一半所用時間為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有請正方二副紀靜文同學，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方台今天的邏輯非常簡單，他覺得一日有粵港合約，香港就永遠有東江水供應，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看到東江的這個合約是每3年就會簽一次，2014年就會重新簽訂另一個協議，而昨天港澳兩個政府都開個會，是講到明因為東江水近年流量低，不排除未來3年可能會加價。今天連雙方政府都承認東江水是越來越流量低的時候，為何方台還跟我們說沒事，東江水永遠給到11億香港政府呢？方同學呢，我今天不是質疑中央有一天會不跟香港簽約，而是一旦東江無水，連政府想提供水給香港都沒用。今年水務署跟我們說都說，一旦東江有一個旱災的話，香港是不可以坐以待斃的。我們看到的事實是，過去幾年東江流量的確不穩，各地需求的確越來越上升，而且水務署天文台報告都跟我們說，因為受到氣候變化的原因影響，在未來20到30年華南地區降雨量將會進一步減少，而東江正正就是一條靠雨水來生產水的一個河流的時候，今天面對著氣候的不穩，需求上升，供應量已經到臨界點的時候，有方同學是不是覺得要到沒水那一刻我們才需要做事呢？接著有方同學說，不是的，其實我們可以修補水渠，但從這個反建議正正見到有方同學今天看不到問題的核心，是在於淡水的不穩和存有著很多的不明朗危機。今天修補水渠沒錯，即刻是可以提高20%的浪費水源，但長遠來說，那些水渠的水從哪裡來呢？正正是東江，一旦東江遇到任何什麼旱災流量不穩的時候，即使有水渠，有方同學答了，長遠來說水渠怎樣自己生產食水出來呢？其實我們今天所以我方才倡議海水化淡技術，因為它是最穩定、最易控制、最不受任何氣候污染問題的影響。今天水務署總工程師麥成章跟我們說，即使有旱災、落雨少，海水化淡一樣可以生產的時候，長遠正正解決了今天淡水不穩的危機。其實我方台今天都很短視的，他只是提這一刻的成本效益，他說其實沒錯，一旦發展一個新的技術，一開始成本一定貴，但長遠今天政府長遠來說，我們看到東江水每年上升5%的價錢，而海水化淡呢，政府承諾長遠發展呢，技術完善將會價錢進一步下降的時候，有方同學有沒有長遠從成本利益去審視呢？再者，我們衡量食水供應的議題上面，是否單從成本效益出發呢？其實我們今天沒錯是花40億換來一個穩定的5%到10%的食水，是因為我們看到一旦有危機，香港完全沒有東江水的時候，我們每日至少可以提供到香港市民所需要的5%到10%的食水的時候，令到所有的行業各個的用地可以如常運作，香港是不會因為沒有水而突然之間癱瘓一切。那這個時候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將城市水源的穩定發展規劃同一個成本做比較呢？一旦沒有水的時候，這5%到10%是不是比有風河的完全沒有水更為之好呢？其實除了香港呢，今天我們看到新加坡、澳洲、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都審視到這個問題，發展海水化廠技術的時候，為何今天面對這樣的問題，有方台什麼都不做呢？有請有方台二副出來講一個反建議，比海水更加穩定，因為現在變成李應成了。多謝各位。正方二副所用時間為3分12秒，沒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是有請反方二副馮晴天同學，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講的不是一個單純沒有水的問題，他是講世界就來末日了，連80%的華南的東江水他都說會斷流了，今天完全都沒有了。首先第一件事要質疑的就是，有方同學我不明白
2030年咧係一個大原則嚟嘅，有11億嘅供水，每三年會更新一次，講緊嘅百分比係7點幾億啦、8點幾億啦，咁樣嘅立方幣調整，我唔明白點解突然之間嗰11億咧會俾惠州全部搶曬去？呢個係第一個質疑。第二個質疑，有方同學咧同我哋講話嗰個嘅東江水咧會突然之間冇曬，今日咧會世界末日。我方唔明白嗱，假設真係好似按你咁講啦，好似上年咁樣話12月21號咧會世界末日啦。今日方同學，你嘅海水泛濫裝可以為世界末日帶嚟啲乜嘢嘅效用咧？就係多多0.5億咯，就係17億入邊多多0.5億咯。咁究竟有幾穩定，可以救到全香港嘅幾多人咧？有方同學，我方唔係話咧，今日起嗰個海水泛濫廠咧冇用，會嗰個穩定性會好唔穩定。但係問題你今日種個小盆栽嚟抗沙漠化，攞把遮嚟擋隕石嘅時候，有方同學，我方就要質疑，究竟呢個嘅成本效益係咪值得比啊嘛？再講翻啦，有方同學，我哋咧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補翻啲水管有8500萬。嘅立方米會有翻喺度嘅時候，你都唔否認嘅，但我方就唔明白，咁點解你堅持一定要起嗰個海水化碳廠呢？再講啦，如果真係有咁大嘅天災咧，即係就唔止係啲水嘅，咁糧食都會有危機嘅，咁不如搞埋復耕計劃啦，不如發展埋畜牧業啦，我哋自己養豬，自己咧供水，自己咧種米，咁咪唔使靠人咯。有方同學，今日你嘅邏輯係咪就係咁樣樣咧？我方今日見到嘅就係咧，香港作為珠三角入邊嘅其中一個城市，理應係同大陸共同規劃。你話惠州可能會有水唔夠嘅時候，咁咪由內地佢自己去諗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解決咯。咁我方真係好唔明白嘅就係點解有方同學今日要攞一個咁唔具成本效益嘅方案嚟同我哋討論？再去到咧後場嘅時間啦，嚟到二副嘅位置啦，有方同學完全唔同我哋討論環保嘅問題嘅。我方咧講咗好多次啦，嗰啲水嘅鹽度咧排放嘅廢水會增加，會對海洋生物咧造成唔同佢哋嘅排泄或者呼吸咧都造成影響嘅。有方同學，你完全唔關心呢啲嘅問題嘅，你係咪覺得因為外國做緊，外國破壞緊環境，所以今日香港就應該要做咧？我方唔明白呢一樣嘢，請有方同學可唔可以喺後場嘅時候話俾我哋聽，既然香港冇咁嘅需要，點解一定要起個海水化淡廠嚟去威脅我哋海洋生物以威脅海洋生物嘅生態嘅安全嚟對起咧？再講啦，有方同學咧，今日嘅邏輯就係咩咧？人哋要有，我又要有咯。所有主權國家要有嘅咧，我哋都應該要有。咁人哋有轉油台，可能會打仗有軍隊，香港係咪應該要有咧？講到尾，今日有方同學咧唔明白嘅就係香港咧已經回歸咗祖國，我哋咧每個嘅供水、每個嘅規劃咧都應該配合翻大陸嚟到去做。點解今日有方同學你就一意孤行話俾我聽，海水化淡廠係唯一嘅解決方法咧？多謝各位。光二半所用時間為3分0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是台下發問的環節，每間院校有3次台下發言的機會，質詢提問的對象必須為對方的辯論員，台下發言者無權要求誰人作答。每位台下發問者的發言時間為1分鐘，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示意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任何一方在30秒之內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論。台下發言者必須發問，否則發問一方無分，對方可得該題之滿分。若有任何爭議，以評判意見為準。發問後1分鐘時間給予作答一方準備，在45秒的時候將鳴鐘一次，提示作答辯員在1分鐘法定時間終止時，並時計時員會連續鳴鐘兩下，示意作答一方需派辯員答辯。任何一方在對方台下發言1分鐘之內未能派出代表作答，當自動棄權論。各隊員共有3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間為1分鐘，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鳴鐘兩下，示意辯論員需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首先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一次的台下發問。正方同學，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很質疑我方
出的天氣出現乾旱導致到食水會短缺的情況，但原來前深圳水務局局長蔣川玉指咧，東江屬雨源性河流，一旦出現乾旱咧，河流就會斷流。而根據天文台2008年嘅報告，21世紀出現極端乾旱，亦即係降雨量少於年度平均降雨量嘅55%，由上世紀嘅2次到到21世紀變成4次。請問今日有方同學係咪要等到有極端乾旱嘅出現，先諗辦法去應對解決問題咧？多謝各位。反方同學，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反方同學，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多謝有方同學喺台下發問嘅時候承認咗佢提出嘅嗰個極端嘅天氣異常嘅情況嚟㗎。佢講緊個問題就係咧，珠江作為全國第二大嘅河流咧，然後佢覺得咧有一日咧係會斷流嘅。咁首先就係因為源自於咧佢對於旱災呢個地理用字咧有啲誤解啊。旱災呢個字係講緊土地咧缺乏水，較為缺乏水分咧未必能夠耕作。咁你講緊嗰個係珠江斷流，咁我好質疑啦，到底過去呢30年咧係咪有曾經出現旱災咧？如果有嘅時候，咁點解我哋有水用？啲水喺邊度嚟嘅咧？有方同學講到最後，其實你就係質疑或者你驚緊，一旦有世界末日點算啊？咁我方就話俾你知啊，就算世界末日，我哋要起方舟，都唔係香港自己起啊嘛。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你咪做自己嘅工作咯。整個國家，個國家要嚟做乜嘢啊？就要分工啊嘛。點會呢啲工作係我哋做咧？你倒不如話糧食會短缺，叫全香港所有土地變翻個農地咁嘅耕田。咁呢個就整個城市、整個國家嘅分工嘅策略嚟噶嘛。咁有方同學，你懷疑緊呢個世界末日？多謝各位。接著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反方同學，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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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在有方同學眼中咧，佢話海水化淡咧係可以分散個風險，但係原來嗰個風險咧就係可以提供到0.5億立方米嘅水，但係今年陳茂波局長咧就話去到2020年啊，就算香港多咗70萬人咧，都係只係會用到9.9億立方米嘅水，就算到2030年都係只係用到13億立方米嘅水，但我哋今日嘅存水量已經去到17億立方米嘅時候。呢樣嘢就係第一個唔明白，點解有班同學眼中喺17億咧，就係覺得唔夠嘅。17.5億咧，就係天下太平，唔會再係世界末日咯。我想問呢0.5億立方米嘅水，究竟係點得計嘅咧？嗰個風險又點樣分擔咧？多謝各位。正方，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
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人士。在座各位先一糾正一個有方同學的誤解，現在香港不是17億的存水量，有11億呢都是建基在東江的水塘，而且條款不是11億，這個合約就是說最高可以提高11億，現在呢過往幾年都是8億的時候，有方同學怎樣覺得一定是11億呢？而其餘兩成都是來自本地水塘的。其實今天呢歸根究底，這11有方同學所謂的兩成呢全部都是來自淡水的。今天總工程師跟我們說淡水是不穩定，長遠之後發展海水才是最穩定的時候，今天有方同學我們見到海水的 5% 到十可能是少，不能夠成為唯一的水源，但是它是最穩定、最易控制。一旦有任何意外的時候，整個香港如果真的沒有水用的時候，這5%到10%仍然每日都提供給香港市民所用的時候，為什麼方同學今天覺得這5%和10%比起完全沒有水為得重要呢？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二次台下發問。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我同學不停跟我們說香港有17億的供水，不如看他怎麼計算。當11億就是來自東江水，但其實過去9年東江只能夠提供到8億，11億只是最高的目標。第二，另外那6億是怎麼來的呢？它就是計算水塘的最高儲水量，但很可惜這麼多年來水塘最多只儲到2億的水。我方就想問，在乾旱的時候水塘沒有水，東江都很可能斷流，你有什麼辦法可以保證香港可以有17億的供水量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致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質疑我方的數字說來11億，結果又說只有8億來，但問題就是到2020年我們都是喝9.9億水而已，來這麼多水做什麼呢？我們有水塘的儲水。有方同學，我不明白了，你的數據究竟是哪裡來的？我這個就是看6月10日水務署的資料的。6月10日水務署的資料說水塘是儲到4.4億的水總儲水量，究竟你說沒有過2億是怎麼來的呢？我方實在很不明白。再說了，其實香港人都喝不到這麼多水的時候，為什麼一定要建一個海水化淡裝？你怎樣告訴我這個的穩定性可以從那0.5億來去增加呢？我們補回水管甚至有17.89億添，那為什麼不補回水管先，要建你個海水化淡裝先呢？多謝各位。接著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二次的台下發問。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咧講到好像香港咧只得一個供水的來源，先不跟你講香港的供水量是可以靠水塘咧嚟增加去到17億立方米的水，但有方同學呢啲都看不到，因為咧淨係同我哋講惠州搶水、降雨量少呢啲嘅問題咧，會令到攤銷有一日咧東江水不能夠再供水俾香港。有方同學咧講到香港之後咧冇東江水用噶啦。最後問題很簡單，想問一下有方同學，你哋又認為咧，竟要起幾多個化氮廠咧，先能夠補翻你哋所講無咗嘅東江水呢？多謝各位。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正向計時。試麥。在座各位再一次大家好，剛才咧有方同學嘅問題裏邊咧就講錯咗我方嘅立場，我方唔係今日講到的一個供水來源，而係水塘同埋東江水都係淡水，會受到降雨量影響嘛。天文台台長李本瑩指因為干旱咧而令到華南地區總降雨量減少5%，連雨都冇嘅時候，水塘點樣儲到水咧？連雨都冇嘅時候，東江水同埋儲水水塘儲水呢兩個方案又點樣可以確保到香港有一個穩定嘅食水來源咧？嗱，再者頭先有同學講話，哇，東江冇水咁荒謬嘅，但係連報告都同我哋講，2011年東江考察報告近十年嘅平均值係比係常年嘅平均值少咗100亿立方米嘅水，這個干旱嘅問題，有方同學已經係正正確確實實咁樣出現喺我哋眼前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仲可以覺得唔出現嘅咧？嗱，最後啦，今日咧有方同學咧講緊5%太少，都唔可以穩定到需求。今日方同學都知道原來淡水降雨量減低咧係會影響咗，但係有方同學連5%嘅淡水供應都唔錯。請立即中止發言。接著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三次台下發問。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致意。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有方同學的資料錯誤，根據中大政治行政學系教授李家橋指出，在個水塘入面的4亿水，大部分是用來儲存東江水的，因此有方同學今天不能夠論證到長遠地我們都是供水足夠。有方同學，我想問一問你，一旦出現干旱的情況，香港沒有水，我們有5%的水維持著緊急服務的供水，根據你的邏輯，5%很少，是不是這樣會差過完全沒有水的情況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有請反方同學答辯。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致意。試麥。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咧話條數咧係唔啱嘅，咁我就唔明啦。咁到本身個水塘擺啲水喺度，年底係唔會清咗佢噶嘛？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我而家有4.4亿水度，或者我滿曬有5.8亿水度，我到下年另外仲有11亿嘅供水嚟嘅時候，咁你就係11亿再加埋水塘本身有嘅水咯。除非你同我講每年嘅年底個水塘啲水會倒曬，佢清曬嘅，重新再有11亿嚟再注滿個水塘再供水嘅啫。但個事實唔係咁啊嘛，咁又點會唔係11亿嘅供水量再加本身水塘嘅儲水量咧？有方同學講個淡水好唔穩定，淡水靠落雨就梗係唔穩定啦。但如果呢一種唔穩定係會導致人類滅亡嘅，我哋今日根本唔會存在啊！因為所有文明嘅建立都係建立於呢啲淡水資源噶嘛。你講緊你唔穩定，降雨量少咗又如何呢？我本嚟一個月揾100几-200万嘅，依家揾少咗2-3万，都係夠使啊！如果我哋講緊嗰華南地區有80%嘅資源，水資源仲喺度講緊南水北調嘅時候，根本啲水資源可以多過北調嘅時候，你講話呢兩年降雨量少咗有乜嘢問題？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三次台下發問。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麥。
是咪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遊方同學今日不斷喺度誇大現實，製造恐怖，不斷同大家講話東江水協議咧，每三年咧就會逐一撤約噶啦，好危險噶。隨時一個同中國關係唔好咧，中國咧就會對我哋又加水費啦，又減少供應啦，隨時咧香港就會出現滯水嘅情況噶啦。但遊方同學由頭到尾從來都冇同我哋講過話，究竟加水費究竟會加幾多咧？會唔會加完都仲平過你嗰個海水化淡廠嘅供水成本咧？最後我想問一下遊方同學，請遊方同學直接講出同埋證明，究竟一個政治因素對於東江水嘅供應嘅影響究竟有幾大？多謝各位。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正方同學，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水都提供不到給香港的嘛，今天連續經歷兩組幹事文志生都跟我們說，東江水隨著這個旱災的問題，它的供水呢不會是必然的。有方同學說不是，東江水很便宜，但事實是東江水在過去平均 每一年都加價 5% 的百分比的時候，12年之後將會超過12元每立方米，跟今天海水化淡的價錢一樣的時候，有方同學為什麼看到東江水價錢越來越貴，而海水化淡呢，我們看到今天麥成章都跟我們說，隨著這個成本技術越來越完善，它價錢將會逐步下降的時候，為什麼有方同學今天單從成本就跟我們推翻今天的辯題，是不是今天香港沒有任何食水供應，即使沒有任何食水，完全不需要任何自主而控制的穩定水源，你就覺得好呢？不謝各位。接著是自由辯論的環節，現在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一名隊員發言，然後由反方一名隊員發言，雙方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在總時限之內，各隊員的發言次序、次數和用時不限。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另一方可以放棄發言，亦都可以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2分30秒發言時間，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一次。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按鐘兩下。示意辯論員需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現在有請雙方辯員示威。是麥。如果冇問題嘅話，有請正方。六億係水塘嘅容量，定係而家儲咗嘅雨水量？咁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將個水塘注滿呢？唔可以，有班同學今日講緊香港第時會乾旱嘅時候，連魚都唔到水塘，點樣儲水呢？幾時會乾旱呢？香港喺21世紀將會出現4次嘅極度乾旱，有班同學知唔知咧？邊4次？有班同學，你呢個係咩？呢個估計嚟㗎？有班同學，其實
水塘最高容量即係6.5億嘅時候，而家我哋今日見到其實佢儲嗰個而家嘅落雨共充足都係4.4億嘅時候，點解確保到一定有6.5億儲到？同埋咧，乾旱係有程度之分嘅，乾旱係咪你講嘅乾旱係咪嗰四次東江都會完全冇曬水啊？嗱，方同學咧認咗咧係會有乾旱嘅，不過問咧個乾旱嘅情況係幾嚴重嘅時候，係咪有乾旱我哋先至提供食水咧？咁冇問題，乾旱係隨時都會有咩？大陸成日都聽到新聞，但問題乾旱有程度，你講係乾旱，咪東江一滴水都冇，而香港係一滴水都冇都係。唔係，有乜同學今日東江唔係一滴水都冇嘢講，咁東江水同埋香港儲水都唔夠香港嘅供需求量啊嘛。咁有乜同學請問你哋而家水塘冇水點樣儲水？東江水冇水，你點樣可以供應到香港需求量？咁個問題就嚟啦，咁點解你講嗰0.5億喺東江水一滴都冇嘅時候，又可以幫到我哋咧？我真係好唔明白。有班同學咧知道而家供水嘅風險，但係佢覺得零點五億太少，佢連呢5%嘅食水都唔做。咁有班同學係咪覺得唔需要分散風險咧？唔係，我唔係唔同意你嗰0.5億啊，我係唔同意你嗰個一彈啊，好多嘢都會一彈嘅喎。一彈泰國唔攻埋香港，一彈滾石撞地球咁點算啊？喂，有班同學，你講嗰一彈，你都要話俾我聽個程度係點樣？你嗰0.5億點樣估計得啱啊嘛？點樣啲錢用得啱啊嘛？有方台你都知道咧，有方台話一彈咁，但係其實睇唔睇到稻米嗰啲，其實香港咪就正正分散咗唔同嘅源頭咯。你今日食水就要係加啲從東江水嚟咧，有方台自己論證。所以我哋咪既然有東江水，都有水台供水咯。有方台，你冇諗過到底而家你講嘅一彈嘅情況係乜嘢情況，等下發生同埋程度有幾嚴重咧？有方同學，原來今日你哋用水塘都係淡水嚟分散呢個風險。今日講緊就係全部都係淡水，呢個風險係嚟自乾旱啊嘛。有方同學，請問用水塘全部都係淡水，點樣分散到風險咧？有方同學剛才提到0.5億嘅水希望可以拯救地球咧，維護世界和平。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嗰個方法應該用另一個方法做，一個整體國家級層次嘅規劃去做咧？好啦，有方同學終於認咗今日有風險要做嘢啦。我哋咪變咗所有嘅產業都係淡水唔穩定咯。咁我哋今日用海水最穩定嘅時候，點解方同學你講第二個方案係比淡水更加穩定啦？因為咧，我係必然能。即係要同你講咧，係一旦會出現先可以同你討論到嘅，因為你永遠就存在喺嗰個一旦世界末日如何啊，一旦點點如何，咁我哋就同你討論緊一旦真係世界末日如何咯。難道你同我講緊一旦世界末日，香港自己起方舟咩？應該係一個國家去起方舟嘅，係咪啊，有方同學？今日唔係講緊一旦啦，而係事實證明，我睇乾旱已經出現緊，東江喺近十年已經減少咗10億立方米嘅水，咁樣有方同學係咪一旦咧？原來已經乾旱緊，咁請問你我哋台上呢啲水或者喺屋企用緊嘅水喺邊度嚟嘅咧？有班同學知道而家乾旱緊，點解仲唔係未雨綢繆，而係乜嘢都唔做咧？唔係，而家乾旱緊嘛，咁到底屋企打開水喉啲水喺邊度嚟嘅咧？而家足夠代唔代表你將來足夠咧？咁地少有幾唔足夠，同你講個程度有幾咁大，始終解答唔到，永遠身處一個杞人憂天嘅世界，我點同你討論呢？有班同學。嗱，方同學今日咧好短線，佢就話咧今日一定冇水，我先可以做到嘢。再者就係有班同學今日見唔見到呢個海水法係咪最穩定、最有效控制嘅咧？有班同學我都知道咧，女孩子咧比較多擔憂係好正常嘅，但係問題你要話俾我聽，你嘅擔憂有幾大機會發生，而你嗰0.5億可以點樣彌補到你嗰個嘅擔憂嘛？你今日都唔講嘅，完全唔講嘅。唔係擔憂，係見到過往嘅趨勢係證明啊嘛。總之係劉方華今日認咗要做嘢，不過佢話咧香港唔使做，交俾大陸做，咁樣係咪一個負擔嘅香港政府咧？過往都話冇乾旱嘅，過往都話香港冇問題，冇水供應嘅問題㗎。咁有方同學，你又見唔見到咧？過往大家都話香港冇問題，水務署就係見到而家有咁嘅風險，所以先至倡議起今日嘅海濱大行動。咁請問有方同學，今日係咪香港唔使做嘢，樣嘢交曬俾中央做咧？香港必須要負起自己責任，就係做好金融中心嘅角色。中國係應該負起佢嘅責任，係做好中央政府負責分配各地資源嘅角色。有方同學，點解你覺得特區政府應該負責中央政府做嘢咧？嗱，有方同學咧認咗，原來今日水源咧全靠中央，香港自己冇得控制。但係我覺得香港今日發展經濟得㗎啦，冇水，市民唔需要飲水都發展經濟就得，係咪咁咧？有方同學，其實靠中央政府有咩問題咧？係我哋自己嘅軍隊咧，喂，同佢一個國家嚟㗎嘛。如果唔靠佢，咁我哋要個國家嚟做咩咧？有方同學，除咗經濟。全部嘢香港嘅事務都係交俾中央做就最好啦。咁你唔係咯，特別行政區，但係你講起資源問題，咁我哋咪要自己耕田，自己起轉油台，自己有軍隊，自己有核武喺元朗試爆咧，方同學。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咧冇否認過咧海水泡淡，佢只不過覺得咧唔係香港做就得㗎啦，由中央政府做就得。但係佢哋今日咧，而且第二個短視就係咧，佢哋覺得一旦有問題，即刻出現咗咧，我哋先至即刻彌補。多謝各位。現在有2分鐘時間給予雙方作總結準備。
一封信俾你，有一個唔該都知嘅事，咁都唔緊要，繼續睇。依照發言次序，有請反方結辯劉燕新同學。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上個禮拜咧，就同啲中學同學去食宵夜，等睇 NBA 嘅總決賽，大家咧一齊去到大排檔，三個人叫咗六個餸。食到飽，仲有送剩。咁咧，十二點鐘嘅時候咧，朋友就驚，哎，到時睇直播嘅時候肚餓冇嘢食，點算咧？不如就叫啲外賣小食，咁樣等間有得食啦。但我就即刻提個反建議，見到成台都係餸，不如打包啦。還掂我屋企咧都仲有幾個杯麵，食外賣用不着嘅。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今日審視辯題同樣，我哋要從實際嘅情況出發，去考慮有冇必要性或者有冇迫切性去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香港每年都有11億立方米穩定嘅東江水供應，再加上接近6億立方米嘅最大存水量做緩衝。6月10號嘅時候，天文台同我哋講，我哋咁多個水塘總共有4.4億立方米嘅存量。呢啲正正就反映咗香港現在呢一刻，甚至係未來嘅水資源嘅供應都依然係充足嘅時候，去到2020、2030年也好，香港人根本都用唔到咁多水，用唔曬，咁市民又何需大費周章？依家就要另覓來源啦。另外，就算啊真係驚唔夠嘅時候，要多啲穩定嘅來源，咁更加應該嗱嗱聲收翻啲滲漏嘅水管，因為講緊滲漏嘅水管每年就已經滲漏走8500萬立方米嘅食水啦。咁就好似我個朋友咁，咁多餸都未食曬，咪打包或者再食個杯麵咯，或者大把嘢食剩嘅時候，點解仲要外賣？一啲都唔實際，擺明就係浪費啦。有分學今日又講水供應咧，係未必係穩定嘅。咁穩定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咧？點先至足夠咧？乜嘢程度嘅穩定喺有分學嘅眼中先至係足夠，唔會出現風險咧？好似打辯論咁，我要拎幾多張卡上台，有分學先係覺得穩定咧？一沓卡夠唔夠啊？一定要多兩張咁先夠咩？根本就用都用唔曬嘅時候，有分學如何去論證水供應將來出現不足，而喺現在呢一刻就要籌謀要起一個嘅海水化淡廠咧？其實仲有好多方法去節流，但係有分學咧面對我哋嘅反建議，隻字不提，咁只會令人極度質疑，究竟起咗個海水化淡廠，最終會唔會出現一個兩難嘅局面？起咗之後，但係夠水用，咁化碳廠仲運唔運作咧？唔運作嘅時候，咁起嚟有咩用啊？如果運作嘅時候，夠水依然運作，咁你嘅水資源咪就係浪費咯？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有分學今日不斷勸言，話有風險、有風險、有危機、有危機，但係危機何在咧？有分學永遠都係活喺一個嘅假設之上，假設一旦冇水，假設一旦東江水斷流。
但係咁多年嘅經驗話俾我哋知，華南地區係全中國八成水源集中嘅地方，何有曾幾何時出現過一個嘅干旱嘅問題，而令到香港東江水嘅供應係不足咧？從來都冇出現過，反而廣東省當局白紙黑字，白紙黑字同大家講，可以放心，我哋東江水嘅供應將會滿足到香港未來嘅需求嘅時候，有方同學，你嘅擔心、你嘅質疑，究竟仲存唔存在咧？主席、評判以及在座各位，杞人憂天咧，同未雨綢繆其實只差一線，差異就在於對實際情況嘅判斷同埋分析係咪合理。如果今日冇東江水呢個穩定充足嘅供應，你話要未雨綢繆，講得過去嘅。但係依家香港水資源供應充足，未來大把水，再額外加多啲供應又有何用呢？只會令到海水化淡廠跌入一個無用武之地，又或者係製造浪費嘅尷尬局面。懇請有方同學看清現況，唔好抱住人有我有嘅心態。海水化淡，我哋實在用不著。多謝各位。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有請正方結辯周曉彤同學，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是嗎？是嗎？在位大家好，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叫黑天鵝嘅理論咧？嗱，呢個理論咧就係講俾我聽咧，以前嘅歐洲人佢係只係見過白天鵝，於是咧就以為成個世界嘅天鵝都係白色。直到探險家在澳洲發現第一隻黑天鵝，這個認知才被推翻，原來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情況就好像今天有方同學一樣，他們一看到一路供水十分穩定，於是就以為會永遠穩定下去，但他們就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是有很多潛在的風險，而我們永遠沒辦法準確預測得到。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的立場在自由辯論已經十分明顯的，他們知道是有風險的，不過這些一旦未出現的時候，他們就覺得不需要做住，等他們出現了才做。其實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他們今天看到演講廳的樓梯就來倒了，他們不是出去叫校工去修補他的，他們要等着同學走到下來了跌親受傷，他們才去做一些補救的措施。這個邏輯是十分不合理和荒謬，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等到亡羊補牢，我們為什麼不在有風險之前已經去做定一些補救的措施呢？其實有方同學今天不斷跟我們回顧過去，跟我們說以前夠，雖然現在受夠了，但你今天要做的是要放眼將來去審視這些風險。其實有方同學心底都知道這些風險，所以跟我們提出一些做一些水管滲漏，起多些水塘的措施，但前提是我們今天要有淡水才可以省得到的嘛。今天如果不下雨，我們只會不斷消耗裡面的淡水，最後又怎樣做到我們的持續發展呢？去到有方同學自由辯論的時候，更加跟我們說就說這些我們都不要做了，這些全部交給中央去做。有方同學，這些是不是一些合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呢？其實面對風險，有方同學一個處之泰然的態度。醫夫同學跟我們說就說，這些極端天氣來的，不會發生的，珠江是不會斷流的，是這個十分大安旨意的態度。但今天我方不是過濾，而有實實在在的科學性告訴我們真的會有這些風險出現。我們今天面對風險，我們應該做的是學會好好管理、攤分和應對。天日不測之風雲，很多事我們都不可以預計得到，但我們要知道的是，這些風險一旦發生，就會對整個時局造成很大的影響。今天講水是一個城市的命脈，不好像有方同學結辯所說只是吃宵夜那麼簡單，我這件事是真的關注到整個城市的發展，有方同學為什麼看不到呢？其實有方同學今天義父跟我們說，今天只有5%的水，就是這個海水化淡廠。有方同學笑我方只是在種一些小盆栽去對抗沙漠化，沒錯，今天可能只有5%到10%，在有方同學的眼中，可能這些是燈蛾撲火、螳臂擋車。但今天我方比有方同學更加積極，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力量雖然很少，但是即使當難關來到的時候，海水化淡廠依然可以為我們守住供水的最後一道防線，依然可以為全港的市民提供最少5%到10%的食水，讓全港的市民可以一起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而不是坐以待斃。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我們看到這些風險，我們是要去處理、去管理。雖然有方同學跟我們說了很多環保等等的問題，但我們知道的是，這些即使是環保團體都跟我們說，我們要支持興建這些海水化淡廠，因為他們都知道問題根本不會存在，我們今天選對了地方，我們今天已經
今日已經做了很多嘅措施。呢、這個我哋做咗九年的研究，我哋有做兩次的試驗，呢、這個措施已經如箭在弦。有方同學今日點解唔肯同我哋做呢？今日方同學不斷同我哋講少，但我哋都聽過莫以善小而不為。今日黑天鵝出現不可怕，出現風險都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我哋懂得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咁樣先係對香港長遠發展一個萬全之策。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3分4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有請評判退席商議，直請台下台上辯員到台下休息。在宣布結果之前，有請各位評判就今日對賽雙方的表現給予一些寶貴的意見。我們先請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一級專任導師黃偉雄先生。咁啊，好快咁講啫，隻時間問題。第一樣咧，一坐低嗰時好開心啊，因為側邊坐一個嶺南人，即係啲識嘅人。跟住咧，就聽呢邊講咧，就成日提文之心，文之心就我師兄嚟啊，所以聽咗幾次咧，就好開心噶啦，係嘛？因為好耐冇見。啊，講翻正題，第一樣咧就係、其實我要講少少咧，即係辯論嘅定位問題，政治正確。我諗呢邊咧提咗好多次咧，係同中央關係啊。咁佢唔係用呢個字眼啦，不過佢話交曬俾中央啊。國家嚟做乜？咁其實係少少唔係好妥噶。特別咧，假設評判在座咧，有啲人咧係好港獨嘅，我唔係啊，但係我傾向都係，即係傾向就係咧叫自治，我就唔係港獨。咁你講咁多次就咧交曬俾中央做就唔係好妥。同埋另一個 argument 好重要嘅，點解咧？因為講到話，如果香港金融都失咗金融，但係國內都有深圳股市場啦，係咪上海都有啦？咁你即係香港唔使做，係嘛？咁呢個唔係好妥啊！即係咁樣，即係叫咁講法。同埋個定位問題就係咧，就香港始終有獨立性嘅，同埋咧要有某程度上自給自足嘅。咁呢個咧一開始要提一提嘅。咁另外就咧，我諗係一個問題就係、好多裏邊就講話咧就主題係興建呢個海水化碳廠啦。但係我諗如果假設純粹就，因為個後邊主題就講緊咧點樣夠唔夠水用啊嘛。咁應該可能有啲提法可以提多些少，就一個慳水問題。我諗好多人都知道香港係全球咧耗水量咧人均咧係最多嘅。好緊要㗎，咁其實咧，其實而家啲叫環保嘅大廈，或者叫環保一啲嘅設備咧，就係、自己洗完手啲水咧，第時自己飲翻嘅。咁其實咧，當然咧，呢個係題外話啦。咁但係慳水應該提一提嘅。咁我諗就係強化嗰個咧，即係嗰個完整性啊，就呢個主題後邊嗰個基礎。咁第二部分就咧你提過收水管，但係咧點解唔提興建水塘？當然啦，都要牽涉地嘅問題，但係同相關嘅呢個可以提一提。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提翻咧，知兩隊都有犯嘅少少毛病。當然咧就係、即有啲地方就幾咁明顯嘅，就唔好提話女同學乜乜啊，即係女同學咧咩叫做我唔記得提咩，就好反感嘅。如果我聽嗰陣，即係女同學通常咩多疑啊，係咪啊？即係第一講埋咩心悸呢，就變咗廣告啦，係咪？咁呢個唔係咁好啊，即係唔好提呢個樣嘢。第二樣就係咧，亦都一樣嘢，就係頭先提嗰樣嘢叫話政治取向。我哋可以講自己話點樣保持關係，但係字眼要修飾，唔好話俾中央做曬。咁我變咗咧，香港地位喺邊啊？呢度講香港英啊嘛，得唔得？咁香港話唔英啊，咁你就唔英啊？香港唔應該係民主，你點答啊？我哋中國都冇辦法，可能咁樣咁就唔係好妥。特別啲字眼咧，真係要你可以話啦，即係各自有自己嘅部分，咁就唔好話咧乜都關中央事。同埋呢邊咧就講黑天鵝咧，覺得用得唔好啊，唔知點解。即係我就聽唔明點等落去啊！黑天鵝嘅字眼，同埋大家提咗一句叫亡羊補牢，但係上文下你唔銜接嘅，即係我就好醒嘅呢啲耳仔，得唔得啊？咁無端提完之後咧冇答翻落去啊！咁同埋應該用錯咗嗰陣時係，咁呢都係即係要小心啲啦。咁我諗就係我就唔因為記性唔好啊，係嘛？後邊啲就可能係兩位即係評判會講得多些少。我講咁多。
接著是有請嶺南大學市場學及國際商貿學系高級授課導師梁麗昌博士。大致上呢，就我看法整場辯論主要集中呢都在供應的來源和供應的風險的方面來發表意見的。那呢，我很同意黃老師剛剛張才所說，其實呢就不只是看供應的，還要看需求的。那呢，在管理需求那裡似乎兩隊都沒有著目在這一點上，尤其在反方其實應該 在管理需求那裡是著目的，因為你興建你找多些來源，點解唔慳啲水咧？正如阿黃老師頭先所講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論點嚟嘅。咁另外其中嗰啲論點咧，有提到，但係又冇好集中去講嘅。例如東江水其中一個而家面對嘅風險咧，就係污染嘅問題。咁但係正方咧就只係集中喺個供應嘅量嗰度，就冇喺供應嗰個對市民健康影響嗰方面著墨。咁呢點又係正方係冇掌握到嗰啲論點嚟嘅。咁另外反方提出一啲係嗰個海水化淡咧，就會提出一啲引致一啲污染啦。咁呢啲污染正方又冇正確咁掌握到同埋作出反駁嘅。咁呢對環境污染嘅影響等等咧，正方都要解決嘅問題嚟嘅。咁同埋兩隊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個論點咧集中喺個零點五億立方米嗰點度。咁但係呢個供應咧可以有變化嘅。咁係咪永遠都0.5億咧？咁如果因為而家個科技進步，其實海水化淡嘅技術係進步咗好多啦。咁係咪將來係咪淨係供應？如果個技術成熟嘅時候，係咪淨係供應0.5億咧？咁其實唔係一定淨係5%，可以變10% 或者15%嘅。咁呢點咧，正方又係冇好掌握到呢一點咧，去作出反駁啦。咁而俾對方不斷用0.5億咁不斷咁提出嚟，而冇正確咁面對去反擊佢嘅。咁呢啲係我睇到其中一啲論點咧，即係應該要補充嘅問題嚟嘅。咁仲有成本效益嗰度，冇錯，今時今日係12蚊一立方米，即係海水化淡。咁但係其實你睇翻新加坡嘅例子咧，佢哋係唔需要12蚊一立方米嘅。如果我冇記錯咧，因為我冇記錯啊，佢哋其實係做到大概係4-5蚊一立方米到嘅啫。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其實咧個成本比東江水仲平嘅。咁但係政方又冇將呢一點咧去反映喺佢嘅論點裏邊。咁我覺得咧呢個其實今日嘅論點咧，我覺得有啲地方咧係比較集中喺嗰個供應嘅數量同埋供應嘅風險度，而冇其他論點帶入個討論度。咁呢啲係我對呢個辯論嘅一啲意見啦。多謝各位。最後有請香港科技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黃建輝先生。因為遲到，其實我搭已經喺九龍塘，不過兜咗好耐先至嚟到，但唔好意思，我就唔係就住兩邊嗰、那個即係、就是、實質每一隊嘅表現作一個嘅講法啦。咁希望我跟住落嚟講嘅嘢可以彌補翻嗰十幾分鐘嘅遲到啦。我係想講翻，其實即係好多時候辯論或者呢啲辯論呢啲命題咧，係有一個邏輯同埋有一個定義上嘅空間。而有呢個邏輯同定義上的空間，其實嗰個發揮咧就係可以好大到咧，差唔多好多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即係正方係有啲優勢嘅，正方基本上係冇得輸個邏輯。我舉個例子啊，可唔可以問佢哋問題啊？可以。喂你理解咧？香港應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做乜嘢啊？做乜嘢啊？供應淡水，你理解？
都係供應淡水，係咪？即係你哋兩個就變咗係呢個係咪唯一？呢個係佢講嘅定係你自己諗㗎？佢講嘅咩？佢有講過供應淡水咩？佢有講過咩？冇啊嘛，係咪？可唔可以係香港應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以解決香港垃圾問題啊？得嘅喎，興建海水化淡廠，抽乾曬水塘啲水，變曬堆填區得唔得？可能得，可能得，我唔知道，我唔係專家，但係條題目冇講啊嘛，係咪啊？喂，你諗下，你將佢發到咁大，佢點打？有 N 咁多種嘅可能性，你求其一個可能性得嘅話，佢都已經輸硬啦。我係咁諗咋，我唔知係咪嗱，我喂你唔好當嗱，我有啲可能同平時正常嘅即係辯論有啲唔係好正常，不過我諗喺個邏輯同埋嗰個嘅。那個的定義空間有，另外就有佢又冇講幾時起喎，重新興建嘅喎，係咯，重新興建十年後、廿年後，即時五分鐘後，係啊，咁邊個起咧？私人起定係政府起咧？海水化淡廠嘅數目又好犀利喎，兩隊冇傾過，但係知道係一定係五立方米喎，係正如頭先啊，梁教授，所講，不知點解大家都會知道係有個共識喎，大家好有默契喎，你哋真係可以多啲交流喎，係咯，咁即係唔可以係多啲嘅咩？唔可以係少啲嘅咩？誒，即係點解大家一定會係有個共識咧？咁呢個共識，你其實係你哋即係正方係可以帶住反方嚟到係佢去喎，因為條題目係俾正方多嘅空間嘅，係啦，咁希望啱聽啦嚇，好，唔該。多謝三位評判，以下係致送紀念品嘅時間，我哋有請公民杯大專辯論賽籌委會主席陳建發先生為我哋致送紀念品。首先有請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一級專任導師黃偉雄先生。有請嶺南大學市場學及國際商貿學系高級授課導師梁禮昌博士。最後有請香港科技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黃建輝先生。有勞主席同埋三位評判。現在宣布賽果。首先，我哋會先宣布最佳辯論員嘅獎項。所有嘅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於決賽當日一同頒發。今場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結辯周曉彤同學。接著為大家宣布賽果。2013年度公民杯大專辯論賽辯題係香港應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正方香港中文大學，反方香港城市大學，比賽結果是2-1，由正方香港中文大學勝出。今日的賽事正式結束，感謝在座各位的支持，再見。